这是个取材于曹雪芹《红楼梦》的越剧新作。贵妃贾元春省亲，将省亲别墅赐名大观园，预示贾宝玉以及薛宝钗、林黛玉、探春、迎春、惜春诸姐妹入园居住，亦使群芳荟萃，赏尽春花秋月。然而好景不长，变故渐多，在大观园的盛衰荣枯中，展示了宝玉、黛玉、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青年女性们的种种不幸遭遇、悲惨结局，最后人亡花谢，远冷雪浓风大云沉，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要娘娘喜归。人儿，元宵佳节，清月甚多，你出去应对一下。Yeah.
念念。老祖父母亲，死者已到，女儿臣为师娘，亲娘娘为父镇上，亲恩浩荡，臣不生光阔万岁。父亲，你不怎不给，把我送到那不得亲生的地方去呀？
了，怕委屈不是吧？哎，苍天不负薄之谦，哎，我到林妹妹放风屋去看见二爷。
要去你自己去，不必来找我。哎，你看我像张生，多愁多病，怎的家乡让你孝敬？可现在你自己完事了嘞，你我是什么嘞？妹妹，你不是说了一句“沙场一我一红娘包吗？”哈哈哈哈哈哈！你妹妹，你中了，生了我就
不行，理当教训。母亲当敬礼，教孩儿死后担当得起。再有一句，你是经不起了，一把宝玉往死里打，难道怕是经不起了吗？哎呦，责怪我当初没生过好儿子，此今与我母亲心自责啊，孩儿就不连做自己一例。明是你叫我无脸做自夸，难道自己无脸了？母亲你这个不争气的畜生，祖宗你要保重生气呀。我在这里做什么？难道要靠他死了不成？
病好了，要请夫人歇一日。有什么好歇的？你只叫他好生静养，无事乱想。倘若真有什么转到老爷耳朵里，可是要吃亏的。哎呀，宝姑娘，你真好，尚未你去儿一做事，他会骂你老公。你也不恼他，不陪来时走去，真是心地宽大与宽样，我从心底里敬重你吧。这件事是出在林姑娘身上。林姐姐，你做得好本心。姑娘夸奖了，不怕爷爷的手凉，吹了他身上的鸳鸯洗脸的花样，哄他得上闹闹肚子。宝姑娘，你别手动。我倒是忘去管教一声啊。
你看我不是好点吗？宝兄弟，宝姑娘也亲自见你送衙来了，这回正在老祖宗房里坐着，老祖宗叫你去当面讨点呢。哎呀，快去，二爷嘴巴。林妹妹，你要好好养病啊。妹妹，放心呀，
自从妹妹来到我家，总是我背着妹妹回去，不知我心里知道妹妹心里就委屈，不知我爱吃的，平时妹妹也爱吃，就忙着叫人送去。他们想不到的，我早替妹妹想到了。我和妹妹之前一起走，把天都运动走，一来到西走，每次每天每次每次我都离不开你。妹妹的一生一世我听在耳里，妹妹的灵魂在我的心里，妹妹能在我身上，妹妹一定要痛在心里的。好妹妹，我不顾妹妹你好。
好妹妹，我有一句心里话要说，我与你生苦一生，你给我要多明白。
婆娘，婆娘，过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做什么？宝妞，宝妞，先生生宝玉一心只想着林丫头，要是他知道娶的是宝姑娘，不知疯疯癫癫又会闹出什么事来呢？婚姻大父母子为遇得了他。对，二叔大姑妈，哦，宝玉一个发子哦。家四个女儿，独不是包养的人。
下去了，难怪老祖宗就保兄弟选中了宝妹妹。
Thank you.
姨，林姑娘早就知道了，她是今要做新媳妇了，心里怕许是不肯见你的。我要是娶了她，她到底见我不见你？二爷，你是好好的，她便见你；甚至疯疯癫癫的，她便不见你了。我天可心，心儿已经这里慢慢的呀。她要过来时，让她带来。放回我这里二爷你越是上网我上你才上你二爷哎呀你不懂不懂我说二爷那么委屈吧
对。
宝二爷，天灵灵，委屈吧。子舅舅，你总不能这样也受到心意吧？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妹妹的心吗？你的心，今天你才明白，天下乱世的心都是冰封心冷的。只求你，妹妹，你知道的，我的心是遭了奸奸的。阿姨，你叫我不遭奸奸的。妹妹离去，留心到了我们的地方。子舅，我很难想。
两颗破碎的心儿一起
你可曾看见那紫金长江金花飘进三地火气还你曾经地方广场草地青春悠悠有多鸟我临别一丝more